是，所以呢，来台湾的时候才学才知道。哦，也有这一套，好厉害，很快速的。因为我就说有一些像什么学一些什么，像看词汇、懂书那种比较复杂面，因为他们的要花很多时间，就很快速，浅显易懂。所以，可能这种方式，然后另外就是。